吃零食最佳的时间是？请问美国研究指出，什么时间点摄取零食是比较健康的？我的答案是 D， 他这边讲应该跟血糖升降速度有关。零食因为大部分会提升血糖嘛，那在午餐之后吃比较会减缓血糖升高。你有修营养学哦？有，应该在答对之后再讲。对，我修营养这样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